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肖哥九的毕业专题进度。因为现在我才刚点了这个录影程式，所以游戏卡住了，一排东西准备飞出去，点一下就开始了。点，哎呀，我就不知道在卡什么，文字就卡一下。哦，滑鼠在转圈圈呢，这特效太卡了。好，存档任务前面有，那我现在点了操作教学。啊，对了，还没放 BGM。继续对话，这里有了移动动的教学。W，S，A，D。移动教学结束。又出现奔跑的教学，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，而且还要加个 shift，左边 shift。OK，来就是炸弹，我来。好，现在是收纳他们背包的教学。开始就收纳。然后一呢，就是买包包的快捷键，现在改成一了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点，然后一开启包包，它就会有个教学，教你怎么拿东西。左键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好像点一下的方式。来，我们先马上点看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。哎呀，手滑，手滑，东西都喷出去了。教学关卡结束。那接下来就是故事模式。故事模式呢，目前其实也没太多东西啊，这边还没改。对，那现在比较新做的就是日夜系统，你看到现在光已经会动了，很好看到光一直往下照，天空啊，太阳在那边，怎么不太亮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太亮。还有高耸的围墙也都出现了，哎呦！高啊，有门，过不去。外面是大海，但这里大部分都还没弄完呢，所以东西还蛮少的。拿到木棍了。运气真不错，有木棍你就可以去到处乱挥了。不要在意，别在意。太阳，哦，快到正午12点了。那就再玩个水花结束这一回吧。其实就没什么，只是一个最新的展示而已。
丢！哇，漂亮！